最近 B 站 UP 主停更潮已经冲上了很多热搜话题，我在 B 站虽然没有很多粉丝，但是还是有一丢丢收入，跟这个某音和某书比起来就真的是相差甚远。今天来揭晓一下我在 B 站的收入是多少。首先我的第一个 B 站视频是在1月17号发的，到目前今天是4月17号，刚刚好是3个月的时间，哎，还挺凑巧的。然后这3个月中我的总收入一共是，我一共赚了31.46块钱，然后我目前的粉丝量是984，所以我一共有984个粉，然后我赚了31.46块钱。大家对于这个收入怎么看呢？除此之外，像我的某音和某书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因为我发过视频，我都已经就是说接到过广子了，接到过广告了，但是 B 站的话确实粉丝也不多，所以接广能力也比较差，所以我的所有收入都是这个视频流量的收入。对于这个 B 站 UP 主停更潮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呢？评论告诉我你的想法吧。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